第二阶段的课程。那刚从上一堂谈到早教对关系的影响，跟正面跟负面影响，破除大家对早教的影响的一个误解，甚至被国民党的影响所造成的一个错误的看法。接下来，我们是要第二堂课，针对于核能、反对核能跟能源转型的挑战，我们邀请台湾环保联盟的理事长刘志坚刘博士，他以精辟的演讲会告诉我们如何对于反核跟能源转型的应用。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基础也是偏低的，也是很低，那只有一个基
医嘱在送。当然，我也曾经去看啊，他在金山，应该说在石门，石门。那曾经我也去金山哈，那地方当然都很好玩的哈，不管是庙宇啦，吃吃那个金山的鸭肉啊，哈啊，洗洗温泉啊。但金山又不在合一厂，又没有合二厂，金山处在两个电厂的核电厂的中央，他也拿不到很好的回馈金，因为电厂不在他们辖内。那这是讲好玩的哈。是让金山受到两个核电厂的夹击，但很不幸的，金山还是有很大比例，甚至更多的，比如说60%，赞成核电，在前三年，以核养力这个公投，就是上一次的公投，不同意的，就是赞同以核养力的还比较多。那金山的居民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希望这一次的公投案是有翻过来不一样的这个结果。那合一合二，那么合三也到1971年也是盖好又运转，那么核四厂现在还没盖好。所以核市场要说起风上不来，这加就进了，又一个在骗人的一桩。但我说真的，经济部是在推核市，国民党推核市，那么连台电也是积极在推核市，但今天不一样，说这一两年，从经济部从台电。都反过来不赞同核四，也希望核四的工程就永远的就不是埋在土里，就是几乎就是取消，或是它永远不会完工。那么核四厂在后面，现在它也没有核燃料全部运回到美国，所以它已经不是原子能设施了，原来是保警在防卫啊，在管理，因为核子能非常重要。现在是保全压狗，只有保全他能靠啊，你要去提供，你要去卖台湾来还贷款，你那边要去讲分享。现在是不算原子能。设施当然就是普通的一个场所。当然，我们现在讲何时未来何去何从，也是这一次公投有关哦，也是公投。那共寮的居民前三四天，我们知道那时候赖品妤啦、洪生汉也在何市场的门口发表了一个声明哦，何市场民众。居民的一个心声，或许大家在网络上可以看到，那他们真的是被折磨了三四十年，从核市场一直在那边，在施工。其实真正的核市工程，不谈预算，不谈计划，刚刚讲工程是在1999年开始动工。1999年，也就是民国88年，那在2014年封存啊。其实封存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动工，或者没有在运作，它应该也差不多。我讲的就概念哦。1999年动工，那么其实这个动工也是差不多到现在1999。到现在是16年了，不然到封存，2014，那15年，到2014封存，封存之前不是15年的，不是天天在施工，它差不多在10年的施工期，还不到10年施工，可能8年的施工期，接下来就是在做测试，
跟安全运转，事实上呢，就在这里没有通过测试，也没有通过安全的认可，所以呢，就拖到2014就封存，那封存到现在也7、8年，到今年是2021年，就7年。所以现在不是封存，现在是叫资产管理阶段。资产管理阶段，所以现在呢，核四也没有成为一个电厂，因为它完全没有执照，也没有建造，核能设施的建造也到期了哦，房屋的建造也没有了，环评也没通过了，各种的承包或是这个合约也过了，其实它就是。那公批批出来后，它就是建商绕跑的一个烂尾楼。然后永和方包括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包括现有的朱立伦跟前总统马英九先生，要重启，这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哦。那重启。也有一个前面一直在那边讲来讲去的叫前厂长黄国辉，他说我施工2年就好了，3年就好了，哦，那我3年我就可以发电给你们。事实上3年再加上建造安全的审查跟测试，哦，2年、3年，啊，那个7年，哦，加上环评3年、10年。今天假设核四给你真的要动，预算给你了，你要动也要10年以上，我们叫 N+7 或者 N+10。所以今天要把核四来解决说台湾现在哦缺电的问题，是10年后的可能有一度电发出来。那么像这样的计划，像这样的一个事件，哦，哪来工程？即使给你1000亿好了，10年只有花一度电，啊，或是更多，那能够拯救今天我们的区电或者什么缺电危机吗？也不行，不行。我现在讲的都是工程数据，都是实际的连轨会台电讲的话，当然包括经济部，哎，这个确认说现在核四是在这样的状态。现在是在这样的状态，所以今天假设你风头过了，也不是说2年后可以发电，哦，所以我们会看到太多的这个不是很合理，甚至不实在的说谎资讯，哦，说谎资讯。那么这当然是符合我们缓和的人的一个方向，我们希望。核四其实也花了2883亿哦，2883亿金台币。昨天我才跟在美国的罗红年教授连线，我们就在谈核废料，那等等我一个稍微再做说明。那他就说，嚯，我们花了2883亿，他说这是他讲的。假设重新盖一个电厂，哦，我们就不要理核四了，我们就重新盖一个电厂，也差不多，哦，也差不多800到1000亿，哦，800到1000亿，啊，那已经就把它真的是，原来预算变成1700多亿吧，啊，后来又追加，又花了7年，我，哦，就忙到现在嘛，哦，那当然2013、2014封存就没有再动工的了，那时候又什么把2号机的机组的零件拆到1号机啊，那边测试来运转。那现在其实1号机也几乎就是我们说不要叫片装车，它连车都不算，因为它零件都在西山。那假设1号机算是。把它拆出，再能整修，大概也不算
不算一个成熟可用的一个厂哦。那它也经过差不多不只是七八年，它就到现在哦，1999哦，1920、1921到现在等等等等哦，给你这个时空几张一样。今年是2021哦，2021从到2000年、2001年、2001哦，就是在那边碰。工作啦、施工啦、投控安装啦，20年，我们真的是不敢相信这些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移控，叫 DCIS， 它全新的，完全用数位的、我们现在都用数位的，是第一次使用在台湾的核市场，第一次，所以可靠吗？可能吗？哦。我们所有的数位系统，当然很多目前的电脑啦，很多的工业产品都很成熟，但一个第一套的一个数位控制，当然包括安全，我们要在台湾这样试用。更简单讲，它没有通过美国 NRC 的安全认可，所以也就不敢用，或是没办法用，哦、那后来台电跟奇异在那边告来告去，哦，你有没有完工啦、啊？你要赔我多少了、啊哦？就在这个争论里边、哦，跟奇异公司，那这个是商业纠纷，连商业纠纷都摆不好，我们还要谈工程，我们要谈品质，我们要谈安全，我们要谈它可以供电啊。也有人很直接讲。就是说，我们假设要重启一个核电厂，假设今天要重启核电厂，也不是现在在供鸟存在在那边相当委柔的，像是一堆设备、一堆土木建筑的，也不是现有的核市。我们要的假设是要新改，我们要是一个全新的核电厂。我刚讲过，它可能偏离假设了哦。那这个都不合理，都是在那边混淆，在那边欺骗，在那边讲东讲西哦。什么核废料可以放到你家厨房？核废料像垃圾，像卫生纸，还够没？还够没？那个姓王的那位某某，对啊，你可以去查，核废料放到你家厨房可以吗？昨天我们开了一个记者会。包括罗永年教授来给我们谈一些他的看法，那当然我也建议大家可以上网去收集一下我们昨天的观点。那么在核废料放不掉厨房，甚至说怎么样养乐锅多那么小罐啊什么什么，这违反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17条，第17条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放射性设施的处置、暂存、储存，你都要许可，要有证照，要掐哪有进补证照啊？所以你没有证照，说哎，我这核废料偷偷的藏在口袋，哦，带回家，要处罚500万到2500万。必要的时候要拆除，所以包括共匪前十八块钱时候，前总统姓马的，还有一位姓黄的，还有一堆专家，11月22号在台北开了一个用过核燃料管理论坛，在那边大声的说核废料可以放回家，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总统的程度，甚至不要讲高度，他们讲这种事情可以这样讲吗？我们也明明摆着啊，这个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这个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正式的国家法令啊。所以我们也当然我这个有点是前言啊，只是前言。那虽然时间很多，但我讲报道变得不够啊。好，
那我今天有一些发言的要点啊，有一些我想有时间就稍微给大家一点意见，那没有时间你就换一点带过。那当然我整个的目标或是内容没有在专门谈核四啊，但是使用核电呢，这一个一直是大家很有争论的，也就是有一种困难，很难说它是对或错，很难说是或非。哦，那么也包括很多的伦理上的争论，所以大家有时候会变成黑白不分，很难讲，有时候会变得是非很难圈差，很难那么明确。所以有人说我们要是科学的，我们要政治的，事实上这个议题是包括的科学跟政治，政治就是厉害人的社会的一个管理，谁拿到权力，我来主导，这是政治，谁拿到利益，谁来分配，谁来主导，这就是政治。那台湾的能源就免不了是政治，有直接涉入跟主控。跟以前我们说进口一年多少煤炭，进口多少油量，那我们进口荷兰量，它是牵涉到很大的利益，所以我们这个选民开放，也就是说民主的政府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台湾的能源98%是靠进口，所以我们台湾的能源的问题其实是极关重要，极关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在台湾，真的不要说谁当总统，事实上能源应该是每个人都要了解，每个人都要关心。所以刚刚前讲的那个赵家伟，他就提到一个说，我们台湾现在的发电到底多少比例来自于核电，多少比例来自于燃煤炭，来自于燃气，那还有多少是再生能源？我想这应该是很基本的。那他当然你刚刚讲过，我们现在是10%不到来自于核能。那10%不到，如果你要讲核一、核二、核三，总共有6个基础，每个厂有2个基础，有6个基础。现在核一关掉了，2个基础关掉了，核二一个基础关掉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只有一半，3个基础在的核能基础在发电。如果要讲往核电归核的方式来走，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半，我们有一半的核电厂关掉了。那关掉了，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电也还是够，我们的电也还是大家日常用电的很气派的这个工厂必须在经营，电梯也必须上下。我们真的在政府的建设跟调配，实际上电是没有问题，不是一种好像今天没有水，你可能找到上班还没有下班，赶快回家去储水，那去看看自来水公司有没有来水。事实上，电当然也很重要，我认为还是很重要。那当然有时候大家停个一小时，这个813、815不停过。那事实上我们，一个没电，或是说电有时候不稳定，这种事件是有可能的。我就想说，真的是停了一小时，813、815，还有一些很临时的状况。但没有电，没有油，那也很糟糕。那没有水，那很糟糕。所以我们应该从这样一个整体来看我们的生活。那现在要减碳，那个减碳要烧油烧气都不是等等。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很
很有大家的思考来面对，甚至来讨论。我举一两个像很简单的说，如果说我们现在核四关掉，那核四根本没有建起来啊，那其实我们还有不少燃煤、燃气哦，跟还有燃油，还有一些天然气哦，这些其实是也算足够供给我们用电的。我们的用电正常还有15%的备载容量，那一般还有一个10%的一个备用容量，基本上这是准备来做各样的突发状况。有时候一些机组突然下档，突然故障，哦，尤其越大的机组，它的故障影响越大。所以如果说我们刚刚讲的15%、10%的备载，要就是储备在万一有哪一台机组这个失败了，没有电源上来。那事实上，这些电源上来影响最大的就是像是半导体业，所以他们自己内部都有很大的备用的电池啊 ，UPS 啊，备用的电池，那他们自己也很认真啊。自己如果万一固定电不进来啊，或变电站的问题，包括输电线的问题，他们都有应变啊，他们不能忍受几微秒的停电啊，那当然它有一种调控，或者一种备载，或者有一种断电系统。所以我们的电事实上整体都还算稳定跟充裕哦，稳定跟充裕。那么我曾听周文生市长、经济部市长，他也提过。概念上，因为要有电煤，我们不再盖燃煤电厂，不再盖，但是增加燃气电厂，增加所有现在新的燃电厂都是燃气，哦，那当然考量它种种的优点，哦。那么他也提到很多的燃煤要下来，就是就不再供电了。就停掉，那燃气就增加，那所以燃气，所以我们现在讲三阶，就是要更多的燃气来供应，更多燃气来供应。那当然，刚才可能有提到，南部有大安、永安哦，永安，中部有台中，那靠着海口，那还有陆管，陆上的管线来输送。其实北部用更多的能源。北部用更多的电力，所以在桃园大观塘大潭这里有一个刚才讲的一个燃气接收站，应该是北中南这样在配置，应该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这地方在配置上也是有它的合理性哦。那么这部分我们上看就讲过。那我刚提到经济部曾文生市长，他提到一个概念说，往下的10多年，大概10年吧，可能有十多个电厂要关掉，相对的还有核能电厂关掉，相对的就要燃气电厂上来，还有再生能源的发电要上来，在规划，已经规划在他们经济部的蓝图里面，那规划到兴建到施工也还要5年甚至10年，看他的，也还要很多先前的环评，还要被预算，所以这些都是在政府，我是相信现在他们都有一个蓝图跟规划，事实上这些都在安排之中，那包括三阶也能够建起来。所以在大潭，他那边7号、8号、9号等等，就是准备那些
燃煤电厂退役，核能电厂退役这些问题，要供电上来，要供电上来。那燃气是很干净，所以用燃气。那煤改气，气改到未来的进一步的再生能源，就不排碳，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你说我把燃煤停下，曾经要跳到再生能源，现在做不来，所以这中间要有燃气。这燃气大概这个过渡阶段可能20年甚至25年，所以他们说，那你做一做，将来也是没有用啊，你这个燃气够多啊，你接收站的容量太大啊，或太过多，是这样没错。这个燃气的接收站，你现在来讲，算来算去，可能有不足哦，200万吨、300万吨，哦，从桃园进来等等等等，哦，啊，还有4阶，还有5阶，哦，甚至未来6阶，都有可能哦。所以这些还是一个过渡，我们需要未来燃气再过渡成，哦，再过渡再生能源。那其实不只是所谓燃气、天然气，真正现在他们在规划是将来的天然气的设施就变成氢气进来，氢就是绿氢，不是说就没有排碳。所以现在的设施未来再进一步就变成燃氢的供应。那燃氢的供应是现在一个2050电力碳排或者COP26大家在讲的未来一个无碳的一个社经环境，一个无碳的生活。现在就要打算，你提早20年，提早30年，甚至提早50年，我们就要开始怎么样布设一种氢气。所以未来的车子没有再燃油，变燃氢，哦，所以未来的电力系统是无碳电厂，哦，如果现在去跟台电讲，他已经也是在安排，将来的电厂是不排碳，无碳电厂。所以我们是这样讲，我们台湾的能源不只是刚刚讲的是一个过渡，同时它一次。在这个组的过程，一次要达成好几个目标，哪些呢？就是减煤。我们现在如果说3阶或者一些燃气设施上，不止燃气，还有电厂也是要盖，减煤、增气，要把气增上来，产力。不止这些天然气，我们还要在更多的再生能源，哦，产气、灰核。那这灰核，我现在就接下来讲啊。我刚讲，我们现在的能源转型是在刚刚讲的减煤、争取转绿、灰核。我们现在是这几个目标要一步到位，这几个目标是一步要到位。我们在这个20年、30年，啊，当然2025是一个阶段，再往下2050。2050要再长，我们可能应该设定2030年、2040年，那怎么样把排碳的减下来，把再生能源加上去，啊，把各样的无碳的这个设施、无碳的生活要慢慢的过渡。所以我们现在要面对那么大的挑战和那么多的目标，我们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几乎就是很有野心的，要一次要把它完成。这个完成当然带着很大的挑战。但现在既然大家要谈规格合适，哦，要谈3阶蒸汽，那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事情一步的跨过去。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我现在就回到核电，哦，核电。那么核电呢，真的从整体来看，哦，核电从采矿，它就在污染，它就在伤害那些在铀矿的工人。澳洲那大概也算铀矿的地，哦，还有南非，哦，所以他们都很缓和，啊，他们很缓和。所以事实上，铀
核电是那么的好吗？哦，那大家都说它不排碳，那我稍微等等再提到一点。那出来是电力，那电力还有很多的废热，或者废热，所以大家要看到说，这个整体的环境一直在气候变迁，也一直在增加这个大气的温度哦，我们希望不要增加1.5度等等，所以海里边是真的有废热，但现在所有的电厂，燃煤的、燃气的，都只要是电厂，都会排放废热，哦，都会排放废热，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那么还有就是核废，我们总不能说我只要。我只要盖一个房子，里面有厕所，里面有它的一个，这个设施，所以核废是要一起来看的。我可能昨天我们在基怀的记者会上也谈了不少，不过现在连核废的危险大家都忘掉，我真的不理。那么还有空中很多的辐射层。这辐射层是一个，其实有的排到水里哦，也难免影响到海里的生物哦。其实只要会热地区，我们海岸、我们的海流都会变热。这个我们真的要大家一起来关心哦，一起来关心。那我们现在就得到，那么核电呢？不一定要用核电，我还是可以用火电、哦、那么这是福岛，多少年？它10年前。那10年前问题是说，我们现在两个小于10岁的小孩、学生，他们可能都没看到、不知道、没听过。所以我们的教育要把这种，人类很多大事情，包括最新的科技，像核能，还是。大家不要忘掉，这里边不管是死多少人哦，它现在累积着200万吨的含辐射的废油，说要排到海里，大家要很吨，200万吨。那因为你讲到海域的，不要说生态，你那就捕了鱼，然后鱼就卖到台湾哦，秋刀鱼啊，那个各样的这个海产。那你说这样的影响还不算大吗？现在在福岛的电厂里面，它的核废料在爆炸的时候是破碎的，微爆炸不也散碎啊，还没有修理。为什么？因为能不能进去？后来用机械人要进去。那现在还在努力，不是那么简单。这个辅导，那我们就4个案，我不同意。我现在讲这里边，造的不好，我们现在有一些啊，有的责任不能够不去承担哦。我们花了30年后更长，就在反对核电。那相对的，我说真的，我们环保联盟。在更早的时候是跟政府在对抗，那后来哦比较好，就是现在绿色政府、民进党政府，他的蔡英文总统他就很明确的说，回归家园2025，那这个是我们同意而且很积极支持。好，那现在就提到这几个哦，这几个议题。不一定今天算是有什么答案嘛，但是都是可以来好好聊一聊。那么核能安全嘛，可能这是最大家看到的问题哦。核能安全，对低的辐射就很危险。那所以现在车尔堡也一样，聚集在这。发热啊，即将发热。
那武打也没办法称敌，没办法称敌。那场外呢？场外跟你很多的哦，土壤啦、森林啦，哦，都含有辐射层。那大家把土壤五公分挖下来，大概挖了十公分，啊，不连压，它不知道，压不知道，压不知道，你如果去武打那里面去看，到处放了很多黑色的袋子，要放哪里去？不知道。那事实上呢，他们的原因就是从地震、从海啸、从各样的这个地质的引起。十年前就是发生的，就是发生的。日本他都有40多座的核电厂，那么现在就有9座在地上。有人说，哦，那就有人说，日本人要发展核电啊，他们继续在用核电啊，那是没错。是第一个，他们是民营电厂的。如果这电厂大概他们大概有10家，就民营电厂，包括东京电力公司。这一次福岛核灾就是东京电力公司，他是商人，他要尽可能要去把既有的核电厂这样关掉，要运转的让它就动起来哦，再来启动商转。他是在思考说，我如果动一座，花多少电，我就少一点损失。不过这是国家就不让他们动，当然这里面包括他要更新、符合更新的安全规划。第二个是他要经过地方议会的同意，哦，公投同意，要不然他就不能动，哦，按民众的居民的一个控告，所以。可能有一座洞，但也有可能某一座就被关了，所以现在还有一点在动。事实上，当然日本也是能源短缺，所以他们现在积极发展地热啊，再生能源。那他也在在努力转型了哈，努力转型。所以说到。核能安全吗？我想是不可能安全，不可能安全。如果你准备用核电，你就要准备，万一哪一天它发生核灾，这时候你就要疏散，准备疏散。你要把这样的计划准备在手里，准备在政府部门里，准备在核电厂周边的民众的家里。你要准备好，你才可以用核电。假设你没有准备好，你们没有条件用核电。假设你忘了或是不知道，哦，我们家旁边有一个核电厂，你也没有条件用核电。那真的你要用核电，你家有没有一些疏散的那些旧堤防，这个准备要疏散。所以。很麻烦的，你的水源都不能喝的。你说我们台湾核市场，台中的水都不能喝，那个辐射层都飘到台中、大甲，那个人力水库的水不能喝，那个辐射层可以飘到屏东，屏东一样有辐射，我们怎么过这个日子？那个福岛核灾，那附近的居民、农产品都受到。污染，当然这个渐渐减，就渐渐减少了。你说一个森林，哦，我进去采，住在山里面，我一采香菇，采熊蛹，可能没有辐射，因为辐射层就会散布在整个的环境、森林、土壤、海域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尽可能是不要哦，除非说你。拿到好处，所以说你准备好了。我们再往下看一下。那么台湾的核电厂厂址适当吗？有国外的学者很简单说：“哎，那什么核一厂，它旁边就是国家公园；那什么核三厂，旁边就是国家公园。”大家也就觉得一跳出来。但是我们的核一、核二旁边是大首都，世界上没有一个核电厂是在首都30公里。
这我们就看下去。核酸厂盖的不算多，好、哦，那旁边当然人数比较少，所以核应额是一个很大的规矩。确保现在核一算已经低了，哦，核二比较棒，那还要来个核四，难怪宜兰的县长就会反对，因为他一标就到宜兰过来。好，那我现在讲大概，我想只是有点提示啊，提示。那刚刚讲，第五点啊，核电厂是适合可行的方案啊，这是从一个国际的观点来看啊，在澳洲有一个反对核武扩散的组织，他一位。对反对的人士说，那么核电，刚才讲的是唯一的一个核电，它是旧化，好，可以盖10年。我一般大产电厂一个燃气大概1年2年内可以盖，甚至1年半。哦，核电要到10年，那经过呢，经过5年，啊，更贵啊。现在要用最新的核电厂。那不安全，当然不安全啊！你要准备很多的应变啊，很多的赔偿的可能性，那又不可靠。事实上，机组也有不断在演化，它就是要确认。那我在这边就是说，你从工程或是从一个设备的成本效益来看，我真的不会避免核电。我如果要用电，我最快的话就盖个燃气电厂。燃气电厂那样会回到说，那你看去年共刊那种时候啊，问题我们就是政府要做基础建设，把管线布出来，布设出来。那所以核电厂现在越来越没有人干，它现在也就投资到再生能源。还有一个厂假设要500亿好了，我宁愿盖再生能源。2年就回收了，就盖好就可以卖电了。那连盖十年核电，还有很多的可能规定。这个是从政府或者说从生意人、从投资者，大家一看就知道为什么还要再盖核电。好，核废料完全没办法避免。我们台湾怎么去处理核废料？第一阶我们有一个低阶放射性核废料处置厂址设施选址规条例，哦，那就有一些就说啊，哪里怎么都不搬走，哦，哪里的人在呼叫在抗议，那就没地方去了。曾经也前说在哪个地方，那要盖一个低阶的核废料厂，大家都不同意。因为他要经过依照法律，他要经过公民投票，包括金门啊、马祖啊、澎湖。那现在无法公民投票，所以你就卡在那里，哦，很简单。所以不要说低阶，那么谈高阶呢，更不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看，现在放到冷却池的用户和燃料，那么高阶。燃气会，你只要没有水进去，我们刚才有说到，它就很大的，它能熔融，甚至能爆炸。核废料用处还是会爆炸，还是会爆炸。那第七个，核武扩散，所以像美国它，所有的核废料全部要管制，全部要运回去。现在全世界大概有31个国家有核电厂，那当然都在一个所谓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管理之下，还有所谓NU 这个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的这种管理之下，但这个条约现在是好像签来签去，现在有点，这里边现在有一个国家很麻烦，就是中国。
中国也还是一直在盖核电厂。那中国也是盖了延安啊，我们这个如果他们核电厂发生问题，台湾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问题就变成很国际化。伊朗那时候为什么受到美国的抵制、经济制裁？因为伊朗还在发展核武，伊朗在发展核武，所以他们很多的这个原料浓缩设备往上面运转，那以色列当然可能受不了。以色列那时候没有抵制它，膨大，假设它到一个程度，以色列一定去打它。那我还记得有一个事件，就是以色列用骇客，我们讲骇客啊，就是说用去侵扰他，甚至去破坏那个伊朗的核电设施的那些设施、那个网络，所以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那我真的要讲，台湾连名字都没有，连联合国或国际组织都没办法参加，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谈全球性的这种核电厂？我们真的是在最尾端，就是在末端，所以我们就顾好安全，把能源供应的不缺啊，那赶快能源转型等等啊。我们看，这是我那么多的一个觉得说，核能是被大家争论或是很难有一个定论，我觉得在这里，因为核能呢，这里面有很大的伦理问题。有人说，就像刚刚讲的，要放我家，这核废料放我家怎么回事？当然是违法的违法。他如果说我要天天辐射核辐射啊，我这样更健康。这为什么？因为也有人很喜欢抽烟，很多人很喜欢嚼槟榔。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自由啊。但是这种核废料，或是我要去接受核辐射，我想不是个人自由问题。这个是辐射是，当然了，他们说哦，就用水泥把混凝土包一包啊，没有那么简单。那我们刚刚看到还有后代子孙，核废料要我们至少放个40年吧，然后还要持续放个10万年，它才可以慢慢消毁，慢慢的把辐射降低。里边都是含钚，钚是原子弹的燃料，铀都是高辐射，高辐射。所以这种后代子孙的问题，所以我才有时候在讲，我们现在的学生、年轻人、少年人，他们难道说将来我们继续用辐射，我们反正用核电，我们反正为了什么代价，他也不论的，反正便宜就好，我今天过得愉快就好。我想这样的是我们环境教育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环境教育研讨会，我觉得这个就是。年轻人不能是这样。那么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弱势者。那这里边，核电这里边就有一些强者、得力者，跟一些弱势者被欺压。如果简单讲，就是那些才华、那些有钱人，他干什么干什么？他可能跑去美国了，跑去工作了，他不会留在台湾跟你接受。今天辐射灾害发生了，他不会留在台湾，所以这很多的很多的弱势，民主与集权，这些都是一个集权国家很难去谈辐射话题。你说中国的那个新疆有多少的这个核子释放，有多少的在那个核武器的这个炼制或制造，多少那些弱势者，包括新疆的人，那这个是一个民主集权很大的意义。弱势者这永远是被害、被欺压。
那疏散千里的社会伤。日本在福岛核灾大概有20公里里面都要疏散，紧急疏散。以前当地的人那个重要文件细软都没有带，就是几分钟里就要搬走。那时候当然可以看到什么时候的报道。那回来呢？现在很多人还不回来，因为一个家园全毁了，第二个回来有很多的限制，这个不行啊，那个要拆掉。那整个社会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有的搬到东京或是九州去住，那有的不敢讲他现在住在福岛附近，因为人家。我那天来就早点往他说，因为那个就是怕辐射的这种伤害影响到 DNA 等等等等，这种社会伤害目前就是直接说，我看到你们流血的，那么生态的价值，整个地方森林、土壤、溪流都不能随意轻易，你都看到说小孩子被关在洗衣馆里面。不能出来活动，不能晒阳光，你发现很多批判。现在你慢慢理解，慢慢放下。那生命的这个价值，有人会生算说，我如果死一个人，那么1000万，那有个人受伤得甲状腺癌，我赔他500万，这样再算，算出来一个核灾一个人的损失是100几万。这种都是很能取，或者科学可以算一算。那真的发生的是可以这样说，多少？日本也发，因为福岛差不多有2兆多的损失，这应该都是直接损失的。所以核能的伦理问题真的是很大。这里就相信说人是万能，科技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还是有人是这样的看法。所以有对方的有人的因为我科学，这样科学我倒觉得应该是有没有人，有没有把人当人，有没有顾虑到整个环境的代价，整个这个，所以这个问题是最大最难解。是最难看。如果那是你的亲戚，甚至你的家人，你怎么看他们受害？不是说100万、1000万的问题。车诺宝大概有人说，大概有10万的人因为辐射过多死亡。那社会上有多少这个受害的更多？还有的人没有死亡啊。他是生理机能手脚不全，他没死亡。但是永和的人说，我们发展辐射没有死亡的人，所以这是很要不得的。其实终归来讲，我多个人这是一个结论：台湾没有使用核能的条件。第一个，我们人口太稠密，我们就要疏散。无法疏散，我们台湾是不能使用核电。你说美国可以啊，它那么大，苏俄可以啊，英国也算核电大国啊，德国、法国都是，当然有30多个国家算是用核电，但是大家可能都会面临会重新来思考。德国大概明年就会全部是废核。那大家也都甚至不谈废核，就是废煤，把煤、燃煤电厂也不用，也关掉。这个都是世界的趋势，台湾没有使用核能的条件。好，核电厂在台湾是一个大的、规模集中的一个电厂，所以很容易发生跳电或者是停电的问题。还有。如果那2883亿拿来发展绿能，那我们现在的绿能就可以做得更好，因为这是一种机会成本。你今天把这钱几乎是3000亿放在这边，
没有花半路钱，这个就这个政治的责任谁来背啊？当然应该是中国国民党，他现在还要起来说人家的发展核电是使用核核事业，这个是非常蛮不可思议。那么我刚提到我们谈的是能源转型，不只是登记给美来议会，我们要设定目标，我们要积极的行动啊，积极的行动，包括呢，这个2025，我们的目标是25%。那么我们还要往下看，2030呢，2050呢，哦，看全球的趋势。这里边大家可能会常谈说，那核电可以减少排碳啊，那全世界有苹果的这种要进步的供应链，他们都你只要在苹果手机或者所谓他们的这个供应链里面，你都是要避免都是无碳。那你签署他们大概2030他们就准备要无碳绿电。台湾现在很多的绿电都被台积电买走，99%都被台积电买走，台积电在海外累积它的利润，所以这个RE100就是这样。那么核电不被RE100接受了，欧洲也不承认核电是绿电，在你的讲台上。啊，大家在推近零碳排，大家在推 SDG， 也就是所谓的永续目标。那么这个问题我讲一下，刚刚也有大家聊过啊。好，最后一张，核电呢，我们核一怎么样？核二会怎么样？我们应该还是要注意。除了土地之外，还有地方的发展，地方的发展，核市场那块地，现在他们不做核市场，我们需要封锁它，有500公顷，500公顷做核用，因为在以后做教育设施啦、啊，做能源博物馆啊，甚至做一座燃气电厂，因为燃气嘛，哦，所以那地方。还有很多可能对地方很有利的，这个一个再生发作。核武基金呢，虽然一度电营收了0.003元啊，一度电，所以现在核电厂运转了40年了，核一、核二、核三还在运转，我们累积了超过3300多亿，觉得还不够。到底改成4730亿，会够吗？有人说还要再乘以4倍，有人说还要乘以10倍。那全世界没有人会帮你处理核电，只有用想象。我们人是只有在那想象，有一天，哦，然后我这边后面讲护航，还有最后我们希望核提案，还有四个案都不够。我的报告到这里，哦，我想就不是很关键。非常感谢刘鸿的精辟演讲。我们现在有剩时间快接近12点，我们大概提三个问题一次回答啊，有没有问题啊？听到了，抱歉哦。委员长够民众吼，奈叫你爱核电，想拢无，啊因吼，因搁反对吼，啥物古岛核灾，啥物周边的迄个视频啦，迄核事，人咧全世界吼，拢敢食吼，包括欧盟人敢食来，的迄个视频吼，啊因讲迄袂使食，啊那会安尼反差遮尔大，啊这到底是为安怎样？啊，刚前面讲
是要讲适当的处理，讲那有奖金吼，大家就要去领迄个，哦，迄个座位了，迄个正面坐。啊，干的安，为数干安的绩效，有没啦？哎。这个地方人伊处理吼，啊，到平安咱平安，吼，咱是国家咱的政策，安尼底部。迄个我有一个迄个感觉足奇怪的迄个问题吼，我毋知，就是讲咱这个核四吼，是伫马英九任内吼，伊宣布封存嘛。啊！今嘛要重启吼，啊！马英九还出来大力提倡重启，啊！我从社会议论，咱拢有看到讲，啊！这款逻辑吼，是不是有真大的问题啦？吼，这是我非常质疑的。啊！另外就是讲，这个早教这个规划吼，原来是由国民党政府的时代。规划，啊，民进党只是讲，在这个原来规划上再把它再往前再执行下去嘛，而且也配合这个做统一做反早教的这个团体哈，有做一些改善的那个措施嘛，哈，啊，按照这款。因基金党吼，之前的当时吼，迄个做个各个民进党来，啊，即马为什么他们又提出来再做这个反核？我感觉这几人不晓得这个他们这个四联邦啊，到底是在干什么？我真的搞不清楚。就还有问题吗？说真的，我们这样互相提供意见啊，互相辩证啊，就是我不希望用辩论，就是辩论常常是一个艺术啊。我刚才讲的，你输了或者没办法解，所以我们还是说明啊，或是互相讨论。我想这整个。我们台湾环保联盟也有一个很大的，算说我们治理，我们不是在缓和的时候，就是在反对集体，反对国民党，反对高压的一个社会控制。那其实，在78年、79年，那时候郝柏村当院长，所以那时候还是很大的高压。在控制社会，我们在游行，可以随时面临被取缔，被抓，被棒子打，被一车一车的带走等等等等。我想我们台湾就是这样才走到今天，也被邀参加美国的民主论坛，那这事实上大家都有贡献，但是路还没有走完。因为就像今天国民党还在这边乱，今天还是有一些人不知道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资讯。或许这种网络传播有好处，但网络传播也有很大的坏处。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台湾也是面对要对孩子、对社会的教育要更深入、更。用心的哈，很用心。那其实能源的问题在台湾，你会想象，有所有的煤都是进口，所有的油都是进口，所有的气都是进口，这些多少利益，残酷的利益。所以国民党那时候可能还是回到利益这块，让他有所谓的利益集团，永和的、永煤的，包括盖电厂。利益啊，所以台电是一个执行单位，所以台电本身一开始现在盖了三个电厂，
要盖合适，那么钱就是进去。我刚讲，花了2800多亿，事实上在国外盖的电厂可能要800亿，或者1000亿。所以，如果今天我要盖合适，我也不必再去什么合适不合适哦，规划规定啊，什么安全不安全，我们就去市场，我们就去找包商。就是我们台湾的地方要盖一个电厂，直接去买，直接下订单，有人在那做啊。哦，那么合适为什么还要再把它重启？哦，如果说花了800亿，我们一样有什么电厂。那现在的燃气也是这样，一组、两组、三组这些地方，哦，又盖得又好又快，而且燃气电厂除了少污染之外，哦。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它的效率很高。一般的火力电厂它有30%的效率，70%是浪费变成废热，30%变电。啊，燃气加上所谓的负循环，包括所谓的这个比较先进的机组，它可以到60%的效率，就是不会变。所以我们未来要用新的燃气或者新的发电设施，那我们这样在走的时候，他们旧的那一方就一直不放手，一直要追我们，要把我们抢过去，哦，所以这个就本身我们民主机制就这样，我们就是用民主的话选票把他们赶回去，把他们赶下去。台湾已经发生一次很成功的案例，一个是政权转移。那像这样的一个能源，应该能掌握能源，就是一个能源的，不要说政权了，能源的一个权力哦，我们要在人民的手上，我们叫做能源自主，但是要人民搞清楚哦，所以这个是国民党的问题啊。那么日本何时事实上？我们应该是有国际的标准，就是依照国际的标准。但也有人，但是国民党自己说要重启核四，然后又说反对核十。哦，核十是一个简单的代名词。日本那个沿海福岛前面五县市哦的这种食物，其实如果简单讲，在符合国际标准跟好的管理监督。就是 OK 嘛，那一样，你如果不买，没关系嘛。没有人把一个食物放到你嘴里叫你非吃不可，一样来猪也是一样，你可以不买，你可以不吃嘛。哦，那要标示的，要有这样的这个管制哦，检验。所以这个是日本，因为福岛核灾，他们是处于上下的。核灾的话，先抗议的人也面对，好，哦，人民的反对，农业渔业的这个压力或损失，他还是只好吞下去，这个出口啦，大家有一些安全的管制标准，有一个叫 Codex， 那是国际标准。那这一些来说呢，有几个限制，第一阶核废料，那个法律啊，是有谈到。如果哪个县市要容纳设置那个低阶核废料处置厂，政府哦或是什么什么单位要给他钱，钱的上限是50亿，哦，所以有人说不，哦，可以拿那么多钱，但我想如果简单讲哦，我们就让民意来决定，依照这个法令哦，它是要县议会通过，要公告。要让人民公投，公投同意，那么你就可以至少可以来做，当然还有地址的条件啊等等。那么它是现在是有低阶放射性物质的那个条例哈，那么县市长如果你要做，你就让民众给你一个看看，来公布于社会。好，那。马英九这种问题就提过了哦，一些报道刚刚讲，他除了政策之外，除了比较脸皮很厚之外，
我有点担心，或是揣测他们是跟对岸有所勾结，就是要把台湾搞砸，台湾越乱，台湾越损失，台湾越是站不起来，他们就越得利。那么早教是一个从1992年就已经提出这个计划，那到现在超过20年，所以一开始那个版本1999年通过，其实那也是到是16、17年，那不是很理想，但现在已经退出到一个修改到一个在外推方案，或许应该算比较可以接受的。在北部有的接触上，民进党我想要更努力，所以有一点比较意义，譬如说我们的电价太便宜，我们的一些对土地的，不要讲土地，我们对一些工厂的能源效率的要求，我们对营建的，就是盖房子的这些能源的，对营建的这个减碳的要求，应该等等都要加强。我想，我说这个18号，假设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初步的目标，再往后还有很多事要推动，减碳啊，很多生活的调整啊，那大家有转变啊，在国外已经很明确的，在2030年就是应该要那个燃油的电池。我把柴油车都卖了，所以这个政策已经很明显，但政府还没有很明确的宣布。好，简单讲，这是几个想法。好，谢谢我们掌声鼓励。今天的讨论的两节课时间，大家希望学有所获。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吃工的朋友来帮忙发便当，大家坐在位置上。把今天中午呢就有便当来供给大家吃，然后下1:20。1:20，我们进行第三堂课，由涂醒哲理事长，涂醒哲理事长为我们介绍莱克多巴胺的猪脂的牛肉的一个的成分的了解，大家来跟我们一起支持，好，谢谢。